伟右外手是周家乐，哎，李凯威抓第一个球就出棒，越过了三垒手的防线，形成了一支安打，状况实在是好哦。昨天上来代打的第一个打席就敲出安打了，对，抓第一个球就出棒，而且是一个高球。对，今天上来的第一个打席的第一球又敲出安打，嗯，所以短暂的休息获得更好的效果哦，是更好哦。李凯威在赛前的打击率是.298，那这次安打打上去应该就有机会扣关3成的打击率。你知道没有？可是整个球员在这样子，有1万名观众，哎呦来了！这个球李凯威打成了中间方向穿越安打，二垒跑者现在绕过三垒之后，虽然一开始有一点点滑倒，但是回到本垒没有问题。急流跑者李凯威也上二垒，趁着这个传三垒。在趁船这样跑上一二垒啊，对，这支安打一分的打点，急流跑垒员李凯威也趁船上了二垒，3-1。所以这个申浩伟这边如果有传一个中间来有人卡斗的话，是会最好。刚才我这个镜头没有，他有中间有卡斗起来吗？还是直接传到三垒？他直接传三垒。对，所以这个中间如果有卡斗的话，急救跑垒员凯威是不会上到二垒啊。嗯，来看一下李凯威的这一次攻击，在中间方向穿越形成了安打。然后中外手申浩伟接到之后，直接传三垒。2号，对，延到10月2号，然后又下雨，对啊，然后又延到四，哎，有延到下个礼拜，哎，反正就然后最后到下雨，延到隔天，然后隔天又下雨，又延到下个礼拜，对哦，那应该又那一场也是因为台风，一波四折还是三折的，那场真的是有被诅咒，希望最后两场都可以。安安稳稳的把它结束掉，还是你要再下次做别首歌好了？对，我觉得下次不能再做跟雨有关的歌了。阳光跟阳光有关的，对，要不然阳光女孩制作啊，不是，这个是别人做的，然后我只有唱。哎，第五局重新的来开启哦，在五局下半靠着龙象的串联哦，再攻下2分，奠定了生机哦，也让我们拿下今天这场比赛非常漂亮的胜利。在打线方面，刘锡宏、蒋胜宏都有双安的演出，投手方面连同之前的五夺，加上今天接手的郭玉正，还有后面的林凯威、陈冠伟以及陈宇勋一起来守城哦，展现出强大的团队力量，拿下这场比赛胜利，给所有龙象还有我们自己的掌声鼓励。来，这场比赛表现最好的非当属今天啊，开路先锋他打出了3支的安打，也有打点的贡献，让我们一起欢迎今天的单场 MVP 大显龙威李凯威，一起来欢迎他喽！你就是我最骄傲的 MVP， 所有的努力。掌声给到凯威。有请我们的幸运球迷来颁发我们的 MVP 的讲座。哇，川姐说我们哦，9月哦刚出货的我们的这个哦 T 恤背号 T 哦是穿罗拉的，我们看一下前方的镜头。好，谢谢。接着要来颁发的是我们银球龙好的准头，我们凯威经理也是哦获得蛮多颗的准头。一样，谢谢这位幸运球迷。最后来帮大家说，我们每日 C 的饮料哦。一样看一下前方镜头。好的，再一次感谢这位幸运球迷，也非常恭喜凯威拿下了今天的单场 MVP 哦。当然，哦，凯威说他在大巨蛋哦，很喜欢大巨蛋打，打得很好，在天母一样打得很好。来跟我们说，天母今天来到现场的伙伴，现在打声招呼。现场的各位龙迷大家好。 OK， 凯威现在好表现哦，除了在哦当天复古日的时候有安打然后打点，那今天一样有安打哦，那加起来在这场比赛总共有3支安打，因为加起来时间是比较久远，我觉得请凯威直接来聊一下整个下半季哦自己的一个打击的手感，从原本2成7、2成8的一个打击率怎么样在季末持续来加温，其实帮助到球队很大，然后也很有机会来打接下来10月的12强。就是每天都保持就是一直不断的进步自己嘛，然后就是打不好的时候也要，我想要谢谢那个我的队友
基宏，还有吉利，还有瑞胜，因为他们在我打不好的时候，就是给我很多的建议，然后帮助我打好这个状态。对，我们庄艺兴当彼此最好的后盾哦。当然啊，家人也是你很好的后盾，而且你也有个新的身份。之前在龙 TV 有聊过，小孩九月的出生，那现在来到了十月哦，刚刚迎接小宝贝的诞生啊，自己心境上的转变，还有自己有育婴的心得，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吗？自己还在学啦，就是新手爸爸嘛，所以还在学习。但就是回去看到小朋友，就是很开心，然后因为他很可爱，眼睛蛮大的，所以就是每天看到他，就是一天的疲劳都没了。哇！对，再给你掌声鼓励一下哦。来，那最后当然希望球迷今年一整年的支持哦。其实真的从热身赛就一直来帮我们，然后帮你来加油。那今天虽然是补赛，然后我们今年跟季后赛我们没有办法哦闯进，但是还是这么热情帮我们加油。最后跟我们一整年帮我们加油球迷说几句话，跟他们谢谢感谢一下好不好？虽然今天这几场都补赛，但是看到还蛮多球迷来帮我们加油的，自己也蛮感动蛮开心的。谢谢你们一整年对我们的支持啊，我们明年会再努力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好，大家挑一首歌啊，一天一首歌这样啊，遍地开花，最后一起来 ending 咯。跟着 Sony 还有我们的维迪文哥同场凯旋。